Namaste， 欢迎来到 Jane 的引导冥想。今天这个冥想，我们将会透过感恩的情感来提高你的个人振动频率，去更好的与宇宙连接，而达到显化和吸引你心目中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每天练习这个冥想，持续21天。你将会看到你的世界发生不可思议的转变。请记得感恩你已经拥有的一切，以及你正在创造的一切。你渴望的一切已经存在在这个宇宙中，并且等待着你了。你的感恩会吸引并且强化你的创造力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先找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。冥想最好的姿势是盘腿坐，或者任何你所感到舒服的姿势。准备好后，请把你的脊椎挺直，肩膀稍微的向后滚动，打开你的心胸。双掌的手指微微并拢，放在你的膝盖上方。当你准备好时，请慢慢的闭上眼睛，开始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呼吸上。当你吸气时，慢慢的把空气吸入到你的腹部，你会明显的感到腹部鼓起来。吐气时，随着肚子的空气越来越少，你的肚子会越来越小。下一次的呼吸，请把空气吸入到腹部的最深层。每一次的吐气要比呼吸还要来得更长。请继续以这种缓慢且有目的的方式呼吸，把你的感官都专注在呼吸上。现在，我想要邀请你回想一件令你觉得感恩或感激的事情，或者人，或者事物。请你开始回想当时的那个情感，并且仔细地捕捉那个感激和感恩的情绪。也许你感觉到你的心轮变得暖暖的，也许你感觉到你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塞得满满的，或者你的脸上不自觉地挂着微笑。请把这些感恩、感激、美好的情感放大，它就像一个泡泡一样的存在于你的心轮之中。随着每次的吸气和吐气，它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从心轮扩展到胸腔。吸气，吐气，吐气时，你会发现这个装满着感激情感的泡泡，又从胸腔扩展到了整个身体。再次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吐气时，这个感恩的泡泡又从身体扩展到了整个地球。再次吸气，并且慢慢的吐气，随着这一次的吐气，这个泡泡
从地球扩展到了宇宙。现在，我想要你在心中与我默念接下来的话语，并且把这个感恩之情再无限的放大。谢谢，谢谢你给我呼吸的空气。谢谢你赐予我生命的礼物。感谢我能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的能力。感谢我的家人。感谢我的朋友。感谢我的老师们。感谢我生命中的所有人。感谢所有的经验。感谢太阳。感谢月亮。感谢这一切的一切。感谢这一天。感谢我呼吸的空气。感谢生命的礼物。感谢大自然与我分享的礼物。感谢我感受内心平静的能力。感谢我总是能够平静地入睡的能力。感谢无限的机会。感谢所有我的感官。谢谢。感谢我能够给予和接受的能力。感谢我的创造力。感谢我感受喜悦的能力。感谢我拥有健康和爱的关系的能力。感谢美味的食物和饮料。感谢我能够触摸和被触摸的能力。感谢大自然的美。感谢所有的季节。感谢我原谅的能力。感谢我疗愈的能力。感谢我实现财务自由的能力。感谢我认识自己的完美之处的过程。感谢新的开始。谢谢。谢谢我能够与我的身体和平相处。谢谢我能够信任。谢谢我内心的避难所。谢谢。谢谢今天。谢谢我呼吸的空气。谢谢生命的恩赐。谢谢所有的祝福。谢谢我与万物的连结。谢谢。现在请深呼吸，吐气，慢慢的把注意力带回你的呼吸，并感受现在的能量，这是非常强大的。请察觉现在的心情
是充满欢喜、感激和富足的。请再一次深呼吸，吐气，慢慢的举起你的双掌摩擦，把双掌放到你的眼皮上方，感受掌心之间的能量，移动到耳朵，慢慢的移动到颈部后方，再带回来到你的胸口，双掌合十，食指轻轻的靠在你的心轮。深吸一口气，并吐气。当你准备好时，请张开你的眼睛。谢谢你选择参与今天的感恩冥想。现在，请把这个强大的能量带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。你会发现，今天的生活将会是如此的顺利。在这里为你送上我满满的祝福和爱。Namaste。